知道这一首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曲子，对吧？所以也有说是钢琴家的试金石，就是说看你能弹的什么长度，弹得好不好，弹好了就是一个好的钢琴家。对，因为他这个准确性很难，就是他有八度啊，还有超过这个两个八度的跳跃，非常难弹准确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这个快速跑动啊，八度和弦的这种repeat 叫做就是这种。八度的这种重复的那种和弦的弹奏，所以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去练，还有很多方法哈，结合不少的方法。你觉得我问一下，就是关于这首作曲家还有这个曲子的创作背景，你知道多少啊？嗯，这个不太了解。不太了解哈，现在我们是这个专业学校的学生啊，也是初中生了，要开始往这上面发展，就是除了老师跟你讲呢，你自己先主动做一下功课，对吧？这个曲子是谁做的，什么年代做的，这个年代属于什么风格，然后他的创作背景是什么啊。我今天先跟你讲一下，比如说李斯特，对吧？是十九世纪的这个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是也有钢琴之王一说，然后这个曲子呢，就是他受启发于帕格尼尼，就是一个伟大的小提琴家，
他在1831年呢去巴黎演出，他在那边就是他的音乐会啊，受到很就是轰动啊，在整个巴黎轰动。李斯特呢也被他的那种魔手啊，他那种魔手像魔术般那种魔工的那个创造出来的技术啊，还有他的激情啊，还有他很多技术上的新创意所震撼，他很折服，他就同时呢就激发了他很多这种创作上的灵感，他就日以继夜的苦练他很多以前没有练过的技巧，他就立志要成为这种钢琴上的帕格尼尼，就是帕格尼尼就是小提琴的这种最伟大的一个这个大师哈。然后他就由此呢，由于这个原因呢，他就把这个帕格尼尼的第二协奏曲，就是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的一个终曲的主题，也是叫终，改变成这个练习曲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这个练习曲的由来，哈。这个曲子呢，就是大概是分三段，对吧？你知道吧？A、B、C 三段。然后呢，他因为多次运用这个主题的变奏和重复啊，也就呢同时具有变奏曲和有回旋曲的这种特征。那一开始的话就是一个小的引奏，对吧？然后第一主题就是中的主题。那这个地方啊，要注意这种铃声啊，钟铃声的那种小巧叮咚的声音，你要注意那种气氛的营造哈，一种一连串很生动啊，很逼真的那种小钟的声音。然后第二主题嘛，在这个地方哒哒哒哒嘚儿啷嘣嘚儿啷嘣，对吧？它一直在高音区，营造那种钟的声音，所以比小提琴的这种钟声更逼真一点。然后呢，就是注意这个地方的这个复调肢体的轮子哈，它大多数是这情况下呢，所有的旋律音都是交织在这个三声部这种复调肢体里面。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把这个旋律音勾勒出来，而且要勾勒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OK。 然后呢还就是说最后一段呢，它就是前面这一半部分，这一二部分就一二段呢，大多是一种比较精巧的，就是然后很锐耳的那种铃铛的钟声音。到最后呢，它这一段呢 Piumoso 啊，就是这个你要注意两个节奏哈，一个是 Piumoso， 一个是 Animato， 就是这个要稍微快一点，然后最后这个地方也非常有生气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你要注意好两个节奏的掌握，因为假如说你这个地方太快的话，那你后面就没有空间给后面再多的空间去增速，就是再弹得再快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 Piumoso 跟 Animato？ 它要营造一种全曲的高潮，然后在力度和声音上面要营造一种万中齐鸣的那种辉煌，还有那种恢宏啊、气派啊，那种声音要弹出来，所以就是在一个全曲的高潮来结束，好吧？以这种辉煌的声音来结束，就不是小铃铛的声音了啊。所以我们有两个这个表现法啊，前面就是用铃铛的那种清脆悦耳的钟声，后面要营造那种万中齐鸣的钟声，非常激情，非常热烈。非常那个热烈，很就是效果要很激烈的那种效果哈，就是李斯特的这种炫技的那种效果要弹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从头开始啊，一开始呢我们一句句做，注意这个一开始的地方啊，就是中的主题的这个地方哈，比如说这个小影子，你声音呢这样子弹的就有点死，这样弹，声音不要太响哈，你要声音像水晶般要透明一点，你看，然后就要弹成一个句子，而且是这个音再多一点，大拇指的音少一点，不要，你听吗？你一定要去这大拇指的声音控住一点啊，就是它声音比较立体一点，四个音对吧？四个音，这个音勾出来多一点，不是。对吧？指尖的感觉再好一点，抓一点，好吗？然后出现稍微再快一点，来试试看。OK， 这个地方。
到觉得不要两个手好像不搭嘎的，要有一种句子的连接。好吧，不要觉得是两个手，我你弹你的八度，他弹的八度，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句子弹出来。嗯。好一点。哎，这音再亮点。最后一个音，扬起来。对，好一点，好，往线。OK， 你看这两个音哈，你去，你猜。啊，我坐起来弹还是？你看，你要是说这样子弹，踏板不要那么多，踩的中间踏板了，对吧？你点一点就好了，踏板不要太多，不然它就太不够清脆，声音有点浑，你看。对吧，声音就有点浑，你让它那种清楚的声音，然后这个音轻点，主要是要听这个旋律。然后这个句子把它弹出来，然后上面的只要轻轻的这个清脆的小铃铛声音就可以了，砰砰砰砰，不要太响，不要那弹的是，我知道这个地方很难弹，很难控制。那个有一个法国的大钢琴家，很好笑，他就是他有一次他也在练这个曲子哈，他说哎呀这个地方真难弹，我恨不得把从这个升 re 到这个地方全部都调成升 re， 他说我怎么弹不会弹错了，好不好玩了，这样的也开玩笑了，就说明他这个地方真的很难弹，因为要弹准还要弹出那个音色来，好吗？所以你那个地方不要踩太多太多这个踏板了哈。然后再下一句，好吗？所以这个，所以这上面这个轻一点，然后这两个触键，重音放在这个大拇指上面。然后这个叮叮叮叮叮叮叮很好听的声音，就是指尖勾一点就可以了，重量放在大拇指上面，来试试看，好，贴琴键一点，但五指音太用力了，你只要指尖勾一下就好了，主要是这个地方要给点重量，你要想不同的声音出来，一定要不同的方法触键，不同的力度，不同的这个触键方式，好吗？你要做到就是这个勾一下，就是五指要勾一下，而且更轻巧一点，更敏捷一点，这个稍微多一点歌唱性的那种 touch， 就是触键，哒哒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哒，这个触键稍微深一点，这个浅一点啊，就要练，好点，踏板踩一点点润色，对。点一下踏板就可以了，又起到润色，又不要浑浊。OK， 这一段跟前面就像它的变奏一样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点加化，也不是变奏了，就是说，那它这个呢，这种小的那种装饰音要弹出那个效果。就这种要弹清楚，然后左手那个那种节奏的感觉要弹出来啊，那嘟噜嘟噜嘟噜，我觉得很难，这个弹清楚了，嘟噜嘣嘣，弹得精致一点。这个要给一点点踏板，这个嘣嘣嘣嘣，按照它上面这个踏板的记号可以那么用来。哎，轻一点，等到嘣，叭叭叭叭叭。
句子尾巴收起来啊。对，好听一点。再准确一点，不，这个再准确一点，真的。的旋律了，到这个地方好不容易是五指的旋律了，所以把它亮出来一点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浮调的这个旋律弹出来，这是它的旋律主干线啊，你把这条线给勾勒出来。旋律线弹出来，好，这两句再弹好点，哒哒哒，梆梆梆，哒哒哒，哎，弹好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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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什么啊？哎，就要把这些，你觉得？貌似零零碎碎的音，对吧？在空中这个东一个西一个，你把它串成一条旋律线弹出来，那就 make sense 了，就是说就听明白了是什么东西。不然东一个音西一个音的是什么东西，你要把它组织起来。 OK， 再来把它弹好了，好，一句然后再一句啊，一句子完了踏板要放掉，来，完了尽管给他时间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不要是说有什么半拍的休止符，但是那种乐句上的这种换气啊，或就像唱歌一样换气啊，还有就是你这个动作的准备啊，你不用那么死板，一定要掐着那个时间，它音乐上有一种弹性，好吗？你试试看。那又太多了，就换气不能说啊，这样子换气，对吧？自然的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句子完了，然后要有一个划分来。对，对，坚强一点。清脆的声音不要死，声音要有点弹性。左手的旋律出来，这个地方踏板多一点，因为它都是 re， 对吧？对，全都是 re 的。这个就是都是 re 的话，你就不会没有就是说这种换不干净的感觉，所以弹这个还是不够指尖的感觉。就每个东西都是指尖 ，OK， 这个太死了，这声音，这个啊，要弹的有弹性，这声音再清脆锐耳一点，啊，哒哒哒。多一点给这个低音，五手的低音啊，五指，这个左手五指的，对，不然太干了。再来，第一个好的，后面这个不够多，再踩的半拍。对呀、啊，不然那个低音的那个 bass 不够哈、啊，它有个平衡。
要清楚啊。嗯，对吧？对，我还是在，我还是在坐在这里，每一个都要清楚你。对啊。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腕子的位置，不要太那个晃，就长关节的，对吧？注意这三个音，对吧？就长关节这种感觉，那注意一下啊，这个不要录音，这个地方不要录音。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最后一个音啊，不要溜掉，二指的音要抓住了。对了，这个弹的时候，这个四指音放好，不要冲过去，你准备好，对吧？这个发一弹完，这个四指音放好了。把那四只老鼠跑掉了，来试试看，好，你慢练的，对了，这样才是就是各就各位，每个手指，好吧？啊，要打有准备之仗哈，不要这么乱冲乱撞的，老是 miss 掉了。像一串葡萄，没有一个烂的啊，也就我就正常说，就像一串项链，对吧？大家 size 这个光泽度还有这个大小都要一样，对吧？不然有一个很黄的，有个很白的，或者说是有一个很大，有个很小，或者有个坑刺不平的，对吧？那个表面不平的，那就不漂亮了，对吧？那你这串音也是每一个像大珠小珠落玉盆一样的声音出来啊，里头没有烂的啊。很辉煌的地方，很多种的，然后再慢慢渐弱，好吧？从这里开始。踩点弱踏板，它就轻下来啊。一个大的 crescendo 啊，然后大的小的，然后 diminuendo 下来。我再清脆一点，均匀一点，嘚儿。啊，尽量再快一点，嘚儿。再说，自己喜欢不练。所以很多人就想着，到最后就两一个手弹。对啊，就是从两个手到一个手转换，它容易弹得轻均匀一点，就要练了。对，要练很多。再轻点，好一点。中间声部的旋律透出来。
要有漏音。对，特别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转弯转好了，不要漏音。这个，而且速度还要再快一点。然后左手这个，这个旋律再多一点点，不要把它当伴奏弹。大拇指，这个稍微弯一点手指，这大拇指有点触键太多了，大拇指也用指尖弹，嗯，这个快一点，这快一点这个地方，嗯。很轻，踩到弱踏板，一路烟跑掉，嘟！啊，这一串不能慢，一慢就没有那种效果了啊。OK， 现在不是慢练了。OK， 再来。好，再来。来，就大拇指，就大拇指，就大拇指要灵活一点，就是太。就是大拇指有点笨了一点，大拇指粗一点，哎，好一点。好，这下面一段 Piumoso 注意掌握，不要太快，就起 Piumoso 就是，稍微比前面快一点点，但是不要太快哈，你要留点空间，到最后你还要再增速哈，再快。OK， 左手要单独抽出来，左手。也是啊，在里头不要藏着错音啊，要注意这个分手练的左手，你看也是句子完了，我这个声音放掉，这个句子啊，声音要全部透出来。对，对呀、啊，不要这样的话，这样没有用啊。就上面这个，这两个音这么弹，这个音怎么？中间的声音不要碰错音啊，再干净一点。然后再回去练啊，音头，所有的音头，这音头，音头都不够干净，轻轻。你自己回去练啊，这个把它弹的再干净一点，来清楚一点，嗯。对比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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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个是声音厚点，这个就全用到这个大笔的力量，这个地方不要踩，太多了，这个踩，这个地方要用这种腕子就可以了，要有个对比，不要两个力量。一样的啊，左手的旋律，这边，就是还有就是在 again 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还是在上面的音，不要，OK。一个是有踏板，一个没踏板。一种踏板就是这种音色可以对比出来，一个是有踏板的，一个是没有踏板的，对吧？
一个是这个腕子用力的，一个是这个大臂用力的。你一定要想，就是所有的你想要不同的声音，哎，那你不同的音色，你要结合不同的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。不是说啊、哦，我这里响，那里轻，不那么简单，对吧？你一定要落实到这个用力的部位啊，触键的部位啊，还有触键的速度啊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你的想象力，耳朵要好，对吧？耳朵像一个验收员一样，弹出来啊、哦，是不是这样声音？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个声音？这样才会就是说真正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，而不是只停留在想和看哈。嗯。好，再厚点声音。还太多了。再叮咚一点。对。好，再对比大一点，再对比大一点。这个地方还是用了这个太多小臂的力量，只是要手掌跟腕子一点点力量勾一下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响。对，好一点。对啊，你想你要用了大臂的力量，你想它轻很难的吧、嗯、对吧，你不难为它嘛，对不对、嗯、千万不要用什么大炮打小鸟啊。指尖的感觉，第一关节勾一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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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指尖的感觉好了。哎，好一点，而且声音集中一点，这样听起来。再轻，再轻。Yes，OK、okay。好，那个再来，两个对比，你要马上转换你的触键跟用力的方式。很多渐强，好几串渐强的，对吧？这么多个，这么多串渐强的，你一定要这个事先安排好，设计好哪一串是最大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幅度渐强的最大的，你要事先想好，不能偶然啊，这次或者是大家都弹的一样的，对吧？然后你才有层次感才出来啊。像这一串就是这个幅度要弹的最大，那你要想。渐强就是这个幅度拉大，对吧？那你就不要一开始就这么想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这么想的话，一下到了一个高原，对吧？就不是说一层层爬上去的，一下到了一个高原，那就没有层次了。所以很多你要注意啊，一看到很多就是这种情况，一看到渐强马上就想，一看到渐弱马上就轻，那就不叫渐强或者渐弱 ，crescendo 嘛，就一层一层。对 ，melando 也一层一层下，所以耳朵一定要听最响的跟最轻的，对吧？跟最轻的最响的，你自己掌握好这个尺度，耳朵一定要听，而且每个钢琴都有所不一样，所以你耳朵要非常这个仔细的听，好吗？首先你要自己有个想象力，然后有个计划，然后再去做 ，OK？ 好，最后一句这个地方。一气呵成，还是一般的话，就是最后一组音响，那个效果反而好。OK， 哒哒哒哒哒哒，比如从这里来，就这个地方才开始响，好吗？哎，好点了。OK， 但是你翻了太多节了啊，嗯，再轻一点，左手轻一点。不能换啊，它要一种营造一种共鸣，那种万中齐鸣的那种辉煌的效果，所以那个踏板一定要踩住了。这个地方换的，这个地方换的，我就说这个同和声地方，哒哒哒，梆哒啷，梆哒啷，梆，一直到这个地方都不换。
臂的力量也运用的比上次好多了已经。好，这个一定要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架住这个地方，hold住，撑住，然后用大臂甚至背部的力量去弹。OK， 这个才有一种万中齐鸣的感觉哈。你从这个地方再来，注意啊，我说的这个 crescendo 有几个地方，对吧？从这里开始，这一串，注意，渐强一定是渐强啊，这一三串渐强，来注意一下。跟你说的中间你要太早想了，后面就没有那种渐强的效果了，对吧？我是说中间一点一点一点，最后才放出来，那才有渐强的效果。而且头两串渐强的幅度不要那么大，最后就是留着力度的最后，好吗？你要记得，这个钢琴是没有绝对的什么 F 啊，或者是两个 F 啊，或者 double F， 或者是 triple F， 三个 F， 对不对？那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一个 P 两个 P， 你怎么量它什么叫两个 P 三个 P 四个 P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一定要靠什么呢？靠它是这个音乐是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展现的，对吧？它是一个流动的建筑，它有它的结构，它有它的层次，但是呢它不像这个建筑一下就呈现在上面所有的结构啊、层次啊、色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音乐是一种流动的建筑，那你呢就要靠什么？靠耳朵。是一定要记住，前面你这个一个 P 的时候是弹的是多少，对吧？每个人的 piano forte 都不一样，你的 piano forte 跟一个大胖子的300磅的一个大胖子的 piano forte 又不一样的这个 balance， 对不对？不一样的 range， 就是说大家的幅度不一样，所以你自己找出你自己的轻和你自己的最响，对吧？每个人的轻和响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你自己要在这个能力范围内，你把它这个层次做出来，那你就好了。不然的话，我要求你弹出大胖子那种三个 forte 也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你一定要就是想尽办法在自己的范围内、自己能力内弹出最响的，对吧？比如说用背部的力啊、全身的力啊，这样前面撑住啊，你自己就是说要练出自己能弹出的最响的力度。然后最轻的话就是指尖、第一关节那种勾出来的声音。反正 whatever， 就是说。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这个前面 piano 弹的是什么声音，后面 forte 你到底可以弹多少声音，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中要记住它，对吧？不然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对比了。就所以说这个钢琴的这个轻响是靠对比出来的，这个对比两个字很重要。好，你耳朵必须要记住你的对比，不然就没有层次了啊，前后弹起来都一片糊的，就 piano forte 都一样的。OK， 所以你要记住哈，最后那一组音放出来。还是没有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那个，你觉得有比前面都响吗？最后这几个音。OK， 你觉得这句渐强一开始是轻了，还是太轻还是太响了？好像太轻了。太轻了。太响了吧？哦，你一定要用耳朵去听啊！老师不在的时候，你耳朵就是你自己的老师，因为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轻还是响。你要不用耳朵的话，那永远练不好轻的，好吗？也成不了好的钢琴家。所以要鉴赏，一定要会鉴别，要自己要鉴赏啊！要应该怎么样？脑子先有个想象，然后耳朵要去听，手要去做，然后最后还要验收啊！是不是那么回事？是不是我手做出来跟脑子想象的一样，就要靠耳朵这个中介作用？对吧？耳朵一定要听，非常非常重要。除了手以外，耳朵是最重要的，甚至说耳朵比手都重要。来，因为耳朵会告诉手应该怎么做，对吧？一个高潮，你就比它是一层一层的高潮这样跌上去，一浪一浪一浪，最后才是一个大的高潮。OK，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轻了下来啊，你没有控制不住啊，从前面接。
一点，下键再。就是有这种万中齐鸣那种辉煌的效果 ，OK， 好，今天先上到这里，时间有限。